10日 ，BLACKPINK 珍妮出席了在意大利举行的 JACMOS 时装秀。作为最后惊喜登上延伸台的珍妮，在众多顶尖超模之间压轴登场，可见其时尚影响力。此次珍妮身穿一件黑色的伞状连衣裙，简约圆领与背后裸背的反差感，展现出性感的侧乳潮流。脚踩着黑白相间的凉鞋，配亮蓝色包包，头发扎成低发髻，以华丽的走秀引起轰动。对此，韩国网友认为珍妮完全是queen。第一次走秀紧张是难免的，但珍妮真的超适合走这种前卫的风格，气场全开。而在走秀期间还发生了一个特别瞬间，在舞台上珍妮与其中一位模特交错时，两人互相拉手，展现可爱一幕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珍妮的超模好友申贤智，两人难得同台，且申贤智不忘为珍妮的首秀打气加油，好感情让不少粉丝甜到。另外在走秀结束后， JACMOS 的设计总监还亲自迎接珍妮，从品牌挚友看秀到推风芭莎，出镜全球广告，出镜预告片，再到压轴走秀，一步步更大的舞台都让粉丝为珍妮感到骄傲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